我的东西。时候把他带回来了。师父，维德拉姆先生，你们家的羊今天上山顶了，吃的又肥又胖。你这个小贫嘴。谢谢维特拉姆先生。这世上要是真有这样的人就好了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是阿修罗王的洞察之徒。欢迎回家。他们找到你就是为了再次看到天界。那你就让我去死吧。不是死，是重生。这个世界马上就要被毁灭了，都是因为你。